好，我是常勇。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影片标题呢，就知道我今天影片呢、是跟剪头发是有关系的。那是因为 Danny 点名我，叫我挑战自己剪头发。我先跟你们讲一下整个事情的由来，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呢，朋友在家自己剪头发嘛，所以他在影片里面就有提到 Danny 也会剪头发，所以他就点名 Danny 要剪头发。那么过后 Danny 又出了一个自己剪头发影片，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莫名其妙要点名我自己剪头发。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，书生？不要吵我，不要讲我也要剪。他们也是有点名你进来去剪的。屁啦！是因为有很多网友啊，他们私信我、轰炸我、标记我，我才知道 Danny 点名我，叫我自己剪头发。然后你知道让我最生气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，书生？跟着你讲话，要跟我讲话咩？对，你做我个屁！就是哦，我爸爸也是 share 给你影片的，我爸爸是写常有或许应该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吧，然后放个笑脸。我很生气，懂吗？我爸看不起我，哎，是因为我爸看不起我，所以我要挑战。他是了解他自己儿子都没中。我想证明给我爸爸看，是个真男人。各位观众，因为我就是坐在我家的厕所啦。既然 Danny 点名我做这个挑战，那样身为一个蔡家的大儿子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爸爸丢脸。然后刚刚呢，我去找一些发型这样子啦，我应该会把我的头发剪成这样子。这个是理想中要发型啦。这个发型呢，就是《爱的迫降》里面的男主角发型，因为那个栗子头啊太多人拍了，所以呢，这个《爱的迫降》主角很可怜，没有人剪他头发，所以我今天来剪。剪他头发，你真的是以为你剪了他头发，然后你就会变成他的样子？剪头发就是发型像不像？其实我蛮喜欢那个发型的嘞，但是我不确定我剪不剪得到啦。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剪头发经验。我的剪头发经验呢，基本上只有一次，就是两年多前啊，帮朋友剃头发那一次。以这个经验来讲呢，可以算是非常资深。通常有我这种手艺的人呢，基本上可以开8到10间分店啦。先生怎么办？我应该会剪得好吧？你会剪得好啊。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爱的迫降玄彬的发型。我相信大家都看了裴勇跟天天剪头发影片，你们应该也有看到他们有很多那种剪头发的器材啦。跟你们讲，器材这东西是不重要的，重要是你的手艺。所以呢，家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找了两样东西罢了。这个剪过蔬菜水果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剪到。剪头发应该是蛮顺利的啦。至于剃旁边的部分呢，我是没有剃刀，但是我在想应该可以用这个剃胡须刀来用啦。我是没有拿它来剃过头发。那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发型。我每次去剪头发呢，我一定会把旁边剃薄了，然后上面修，中间修，下面修，就这样子罢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也觉得很简单，但是拿剪刀。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现在我们就来剃旁边先，但是我真的是没用这个来剃，所以我不知道会剃成什么东西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我们家没剃到了，我们先剃左边呐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剪头发不是有镜子的吗？中我一个镜子都没有啊！手机自拍啊，我们家没镜子啊，B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家什么都没有，镜子也没有，我只可以看手机来看了。有点痛痛的感觉。有哎，我就把三根剪掉啊。啊？剃旁边啦、啊？什么？就我的手机，我看不得清楚啊，因为它有点美颜，不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蛮注意吧。哎，听到声音好像真的像那种理发店帮人剃头发声音哦，那是一样的。然后剃过皮这样的，我头发有点痛这样哎喂。但是有剃到头发哦。有点感动哎。真的有没？真的。我手机看不清楚，等一下哪里？动了，哦对哦，他这个剃胡子可以把胡子剃光掉，就代表头发也可以剃光。好丑哦，你完蛋了啦！我下面再笨再不剪掉，你看右边跟左边。各位，我觉得先暂时不要剃旁边先了，我们先剪别的部分，因为我已经剃到一根洞出来了。刘海是最紧张的部分，最后先修上面。修上面呢，我有看 Danny 的朋友影片哦，他们两个人教学不太一样。讲到这个东西哦，朋友跟 Danny 影片是教学影片，我的影片好像变成这个实验影片器哦。现在我们拿着我们这个剪蔬菜的刀呢， Danny 是这样拿起来用剪剪一下吧，我不是剪到吗？是这样的。我看 Danny 这样剪哇，那我是听你这样剪就可以剪出一个 layer， 你们知道吗 ？layer 这种专业名词你们不太懂了啦。因为这样的剪辑师他也不会少掉很多嘛，厉害吗喂？啊，那你剪的对吗？哎，这个厨房的那个剪刀很好用的，我上面这么剪剪不完，这样。我看裴勇的教学，裴勇讲哦，头发上面是用两个手指的长度，然后刘海是3个手指，所以我们就套用，先学先用 ，OK？ 两个这样短，看错了。
轻一点，等一下。哇，江南剪头发，你们剪头发，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我头发短短的时候啦。除了旁边之外，你们应该看不出上面有什么差别。意外的觉得还蛮成功顺利哦，哎，真的不错嘛，看一下。是我没看到什么差别啦。是哦，剪，第一次帮你剪头发就上手了哦。对，我又可以帮你剪头发，是不是？我个人觉得好像也是不错啦。除了我那个塞奔不能替坏掉。现在呢，就是修那个刘海的部分啊。修刘海呢，我个人是非常紧张。我先看了一次那个玄彬的照片，哇，他是没上哎。虽然我以前也剪过没上了，我把手机放在镜头上面了，所以我就看出来剪刘海。没有，你可以的。刘海是这样剪吗？对啊，我是这样剪。好像是先剪平，然后再把它剪一丝一丝哦。对。我根本看不到。哦，有了，剪了，剪了啦。但是他那个剪很短一下嘞，跟 Danny 差不多。喂。都没有剪到。剪多一点啊，就是这样子可以吗？看一下，可以。我剪了啊。啊，那这样玩我。他那个声音很不舒服哦。什么？干嘛不是这样短的呗？剪的话有是吗？不是 OK 吗？可以吧。OK， 我剪啊。干嘛这样短？所以我是要剪。你没有抓好。你叫我剪的。再走。新版玄彬上线了，我应该是插左边帽哈，先剪短先啦 ，OK 啦，这里看不太到，哇，哇，蹦多邪魔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玄彬是长这样的吗？喂，怎么这样子？比刘海要剪顺，这样子啊，我这样剪啊，你剪太多了啦，你不行啊，你现在要修了，你现在只能修啊，因为多一根出来了，你这样手太重了，这是牛空的哎，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这样看是还好啦，没有，很短啦、啊。你现在不能了，你现在只能剪栗子头了，你无法变玄彬了。修不到没？是很短效，什么？哦，喂，可以调出来那个给剪掉了吗？你确定哦？你就这样，你不要再剪了，看一下，比中指。因为我这一条没剪到，我左边是不是太重了？你的手没有拿好尺寸啊，太高了。像我现在，我觉得可以肌肉方法就是把中间先剪掉一点，不然吐出来真的像中指。对呀、啊。OK 啊，剪不好要打你啊！所以就买一个镜子，没有，是你从爱的迫降变离开院，我直接两部韩剧啪啪走，直接从北韩到南韩也是不错。你这么还是多一根出来，不要剪你啊！我跟你剪到不白的，直接屁股大。我觉得庆幸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想到我还在台湾，我还可以去找我的理发师求救一下。我觉得头发才那么少吧？哇，真的很短哦。老哎，哇！我的爱的迫降直接变李太岳去了。我这个影片先暂停这边先，因为我没办法自己剪下去啊。我基本上已经剪坏我的头发了，所以呢，我应该，我看明天啊，我就去找我理发师，然后我再问他可以怎么救我这个发型。明天见。好的，各位早安。现在我就是来到东区这边寻找我的理发师求救啊。然后你们知道我早上醒来做了什么事情吗？我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吓到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刘海好像给狗咬这样子？然后啊，我早上也思考了很久。我大便的时候，我坐在马桶那边，我在想哦，为什么我要接受 Danny 的挑战呢？我想了很久，我想不通啊。然后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裴勇要去 Q Danny， 然后 Danny Q 到我，我真的不懂啊。那两个破街害我现在刘海剪坏掉，要这么早期去求救？你们看我刘海吧，我老哎，都要像中指这样子。希望等一下我的理发师可以救到我啊！而且就算我戴帽子哦，走过人都一直在看我的头发。我蔡台勇在那边发誓，从此以后我不会自己剪头发了。哇，真的很痛苦啊！自己剪头发啊，不是讲你要学就可以学的，一个不小心剪错，应该就是几个月的事情啊。给狗咬刘海，我的。啊，终于到理发店了，等救我的头发时间。现在呢，就在等待我的理发师 Mason。哇，到了。Mason， 怎么了？我的头。这可以怎么救啊？分手是剃光头，怎么会剪一点点？好丑哦！感觉剪来剪去就只有那个头可以剪了，因为刘海已经剪得太短了。好，反正我今天的头发就是交给你了。因为我家没镜子，我抓了，然后我这样比一下，问师生 OK 吗？师生都说 OK， 我要剪成这样了。但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、啊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是不小心用剃刀剃到的，那是一个意外。这个是，啊，还好啦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、啊。竟然在称赞我，对，干你啊！这样子啊。
行啊，我要修啦，不行不行。结果我的影片直接从一个自己剪头发的实验影片变成改造影片了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没事在讲给我改造啦，反正我今天来这边就是把我头发交给他，那可以帮我揪一下这个头发吗？不然我这样出去给他笑我。你看这边是平，酷起来，然后这里是平了，然后这里还白白色一大块。这个就是第一次自己剪头发了，剪的下场。我的栗子头来了，你觉得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还可以了，还蛮适合的。那其实我这位理发师呢，他是 Manson 啦，我在台湾几乎都是给他弄头发。你可以讲话吗？你不是会帮我介绍吗？对啊，就是我很常来找他剪头发，所以大家想要找他剪头发的话，可以去他 IG 预约。如果直接来找你呢？我要找 Manson， 不行哈，只有你会这样子，不行。屁啦，我都有预约啦。好啦，谢谢 Manson 帮我救我的发型。在台湾的朋友想剪头发，可以去预约他。你要跟他约是可以啊，其实他 OK 的 ，OK 吗？讲什么？谢谢，我爱你。OK， 你救了我。I'm still and I'm here.I can fly the sky, never gonna stay. 내가지쳐쓴거지好的，大家，我的发型介绍就到这边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让我对 Danny 跟朋友又爱又恨，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他们让我做一个大改造，就是一个灰色的栗子头。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剪栗子头的，但是我发型师讲哈，我剪得太短了，没办法救，只可以用栗子头来救。那他也帮我做一些改造，就是染一些灰色啊。距离我上一次染这么亮的颜色已经是3-4年前了。那我既然做了这么大改造，你们以为影片到这边结束吗？当然是没有，因为我要点名蔡长了。长了在家也是没什么事情做，然后我发现他头发还是很长，所以请在看这个影片的观众朋友们帮我去长乐的 IG 啊、 Facebook 啊、 YouTube 轰炸他， OK， 跟他讲他哥哥常有叫他挑战自己剪头发，全部的里面现在我剪到最短，所以我现在很期待长乐会剪什么发型，请大家求你们帮我去轰炸长乐，让他知道我教他剪头发。好了，我这个实验间改造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I can fly the sky, never gonna stay. 내